Stevie 离罩二路点冚天气 Mason。寻日有天气 Mason 黄婉曼一齐出席活动，唔怪得近排主攻内地嘅 Stevie 都要晒平胸啦。而呢一招低胸抢镜果然有效，搞到六月已经约满金牌大风，依家自由身嘅 Stevie 即刻俾人围，你睇下佢几 enjoy。边个话 AV Stevie 先有人争住影噶？靠自己都可以谷人气噶，不过咁就出事咧。离晒罩之余，仲搞到疑似露点添。唉 ，AV Stevie 十一月先嚟开 show， 真人版 Stevie 先嚟个露点疑云啊！倾紧新公司嘅佢话，嚟紧会同 Bosco 拍 Paco 嘅新戏，有全男友小方都想离开金牌大风、啊。因为佢其实佢仲有一段时间嘅。仲话想去北京发展、啊，咦？你死敌 Chris 都想嘅、啊，咁好多人都系北京嘅，同埋北京好大。咁内地市场都唔系净系北京嘅，咁有好多广东省啊，或者北部有好多地方。冇避去北京嘅咧，冇签过北京。北京唔可以唔去，点、可以唔去？可能你真未听过冤家路窄啦。